共，其实鸡蛋盒是要从它这边有一个吸线的地方。哦，啊，怎么吃不好？还好有另外一边。怎么那么难开啊？烦呢、欸。到底是谁教我这个方法的啦？哦哟！哎，你是走错房间吗？嗨，こんにちは。私はワンワンです。ワンワンです。以前我们开鸡蛋的时候，都从旁边我跟你说，其实鸡蛋盒是要从它这边有一个吸线的地方。哦，它怎么吃不好？老批评，还好有另外一边。怎么那么难开啊？烦呢、欸！哎，没有很好吃啊，骗人哦！到底是谁教我这个方法的啦？哦哟！来，好，刘，够像，来啦，超多时间到啊啦哈，这大包够什么？不取货的人，通通。取货的人，通通拎到放晒放未出来，买烫薄纱，出门打着晒，车机车开到一半无油。